父神，感谢你在这样子美好的清晨，你聚集我们，再次来到礼拜当中，主要来感受到你的爱，来聆听到你的讯息。主要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耶稣，这是何等的一个奇妙的恩典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主要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使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，你救把我们上来，你从祸坑里面把我们救上来，使我们在幕后有指望。主要谢谢你这样子的一个疼爱我们。主啊，即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境，有许多的难关，主啊，但因着你的慈爱，因着你使我们壮胆刚强，主啊，我们就能够勇敢的来跟着你的脚步，来奔走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忘记背后，回应面前，来得他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。就你心赐到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一次一次的被你所恢复，一天一天的被你所更新。在这样的幕后的世代当中，有许多的混乱，有许多的迷惑。让我们的心里面，主啊，依旧定睛在你的话语上面，主啊，你的应许从过去、今时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，就如同主耶稣基督从过去、今时、未来，主啊，你的爱能够这样子的包围我们，在我们前后围绕着我，使我都能够在每一次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都能够靠着你来壮胆刚强。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话语上面，主啊，那就是最大的神迹。就你亲自让我们感受到，主啊，即使在最平凡的一个大小事情上面，主啊，都有你的一个神迹与我们同在，就如同我们的呼吸、我们的脉搏、我们的心跳那样的平凡，却又那样的真实。主啊，你不是那遥不可及的主，你是那真真实实活在我们里面的主。求你亲自在这样子的一个礼拜当中，主啊，你圣灵来掌权，拥有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，在以下的讲道当中，让我们能够透过前进者传道的一个传讲的讯息，来得知你的旨意。求你亲自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求你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身上，来攻读你的话语，来聆听你的讯息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摆放在你面前，来这样感恩的祷告祈求，在你面前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9-40节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9-40节。好，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9-40节，39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40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”愿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身上，并且来实行他的祝福。我们将以下的一个时间交给陈信哲传道，他今天所要讲到的题目是最大的神迹，将以下时间交给陈传道。